生仔都做到了，有什麼做不到啊？欸，他沒有蝦我，他蝦其他人的，因為他現在開始認人呢，他一見不到我和秋成呢，就是不斷哭哭擦生片。係啊，即係 even 可能我媽咪啊或者嫲嫲都好咧，都唔得啊，唔得啊，要啲時間咯。因為我有陣時就喺房度，我忍痛，我自己算啦，繼續執嘢啦，繼續執嘢啦，等嫲嫲幫佢湊，喊足一粒鐘啊，真係喊足一粒鐘啊，係啊，真係有啲心痛，但又唔可以爭住抱啊嘛，因為始終我要做嘢咧。其實我自己都好需要自己的空間同時間。反而可能日頭做嘢，我夜晚翻去同佢玩啊，或者湊佢啊，咁我又覺得係一個平衡嚟嘅，係咯。心態啊，有冇唔同啊？個個叫我媽媽，但我唔認咯，因為喺工作中我就覺得我係湯兒，我係收個公司係一個媽媽，我財政獨立啦，梗係。我又冇咁嘅心態喎，即係一定要有聯名户口，又或者佢啲錢俾曬我，我又覺得不需要喎，好多人都會覺得啊，結咗婚就是男人俾曬，但我又不想咁樣咯，係啊，咁一嚟點講啊？我覺得依個家是兩個人一起嘅，所以不可以單方面去一個付出曬咯，係咯，對我嚟講我自己都不是咁好過，係係啊，兩婆大家 share 最開心。其實早在我生之前，其實我自己其實係啦，即係都想開烘焙店嘅。咁其實而家都係進行當中，因為其實我陀到尾段咧，因為我自己太攰，即係好多嘢都係有心無力。但係到生咗之後，其實所有嘅時間可能放咗去家庭或者有陣時做嘢，抽到時間，但係個進度比較緩慢啲咯。所以我就係想聖誕前其實個烘焙店開咗。其實都裝修好噶啦，裝修好幾個月噶啦。不過而家因為搞緊啲可能包裝嘅問題，係啦，需要啲時間。